非常的品质非常好。这个也要请我们做相亲哈，评鉴之后哈，就知道说，这个产生最优质的苹果，这些黄龙果之后，要请做相亲一起来购买我们彰化的优质的这些鲜果。啊，咱彰化县哦，总共红龙果的面积有600公顷哦，那其中有400公顷是伫咱的这个李林地区哦。那总共呢，咱一年的这个产值到八亿的这个产值哦。那会使讲，那红龙果有分红肉甲分白肉，那会使讲口感都非常的甜美多汁哦。那特别是伊的纤维质、花青素是非常高，对于咱人体的这个健康是非常好。所以伫遮邀请咱的乡亲哦，做伙来吃咱的红龙果。啊，咱即届呢，总共有100组的这个农民来参加咱这个评选，伊毋是干呐咱李林，伊是咱26乡镇所有种红龙果的人拢会使来咱这个报名来参加。那你咧报名，第一你要先经过咱的这个筛检哦，就是讲没有这个残余的这个农药的一个筛检，你才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。那会使讲咱第五哦，农会对于这个读这个农药的产检啊，这个非常重视哦。啊，嘛是咱即卖农民对这个安全的这个用药，拢足有概念的。那希望讲透过这个好的这个红龙果啊，这个给咱的乡亲吃了会使更加健康。那咱伫全年哦，那伫咱这个7月12号今天开始，一直到8月8号哈，伫咱的全年所有的这个分店拢有销售咱这个彰化这个红龙果啊，大家会使就近来采购。啊，当然更加会使来甲咱的这个李林地区的跩农会哦，啊，甲咱的农民直接可以来采购啊，欢迎咱的乡亲一起来吃这个健康、好吃、多汁的红龙果。咱彰化县有100公顷，其中400公顷是伫咱的李林镇哦，所以李林会使讲是一个红龙果的一个故乡。那食红龙果有啥物好？伊的第一点，维他命 C 真高。伊的纤维质真高，伊的花青素嘛真侪，所以食红龙果会使让你呢免除便秘，所以特别适合咱办公室的这个民众啊来食食红龙果。那而且呢，食落维他命 C 就会皮肤更加的漂亮哦。啊，咱呢今仔开始一直到8月8号，咱全年900多家的这个超市，老拢卖咱全款红龙果，所以咱的乡亲，你若家属想要食红龙果，就会使去全年上。重要，咱的三地李林农会会起来去吃，拢是这么水、这么好的一个红莲果。那这届比赛中，这个100组的这个农民来参加，那咱的这个针对伊的甜度、伊的这个外表、甲伊的这个重量，拢是做比赛的这个讨论。很多来参加比赛，这100组拢是这个农药残余已经经过检测安全的，才有法度来参加。所以经过李林农会的这个出产的，拢是上好这个品质保障。那欢迎咱的乡亲哦，会记得要对家己身体健康，爱食红莲果哦。